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汪顺。大家好，我是洪金泉。我们刚结束了这个福冈世锦赛的比赛，然后现在也是来到昆明，然后备战这个杭州的亚运会吧。那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然后今天的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备战这个日常中的一天的这么一个状态。又是打工的一天，上班了，上班，走。又肆意奔跑，白天到晚上，直到我看见天空变微亮，也想要变成鸟儿在飞翔。我想让你的笑容刻在我的心上。又肆意奔跑，白天到晚上，直到我看见天空。顺哥回来了，我们采访一下顺哥。顺哥，今天上午训练感觉怎么样？嗯，结束了。前前后差不多加起来10000米差不多吧，又是很辛苦的一天，10000米这样子，还行吧，加油。了这个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路上体能训练，我自己感觉今天的强度还是比较 OK 的。就感觉下午强度还蛮大的，然后更多的是一些专项的训练，比如说游泳上面可能相似的这些训练大家也可以见解一下。一会儿会有点这个晚上的一些放松治疗，就结束了我们训练的这么一天，然后所以说我们 Let's go。这个我们一天的训练嘛，现在的话我们准备去这个吃饭。虽然感觉会有点辛苦吧，但是觉得非常的充实，很开心。最开心的时刻吃饭的时候，真香！哎呀。大家的平时每天最开心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？希望大家有个好胃口。